美少女战士合作分析懒人包。首先先上一个懒人包，我个人觉得这个系列真的值得抽，一定要抽到这次的一趴大奖，因为它真的超过175颗石盒的价值，非常推荐大家抽。无论是你之前有抽到什么人类队长，那都不重要，因为这张卡片就是代表人类一个新的里程碑。无论是当队长或当队员的强度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怎么抽这一次的合作？这次我觉得就分三种人。第一个，抽好抽满的，那不用说嘛，就是你就把三大奖给他抽齐。那第二种人， CP 值效益抽法的，合作加倍的时候抽个十抽，拼一个二奖，再怎么样至少都要把土星给带回家。五克玩家，你真的不想要储值的话，你把石头省下来也是可以啦，因为接下来就十周年黑金会出了嘛。留言区看更多完整版分析。